电瓶车就是婴儿，没有在它挤，但它就没有动力。那在厂区内，为了旅客，为了维修人员的安全，为了他的安全，所以来这条电线，基本上要维修人在下面插住这个 stinger 之后，然后旁边的绳子，拉着走，拉着走。万一司机员万一爆冲的时候，哇，那电线扯断，它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电力。这是为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作业。所以这条我们叫脐带，那这个脐带就是在厂区内做的供电，包含我静态测试送电也要靠这条电线，吊车也要靠这一条，基本上这是一个供电的一个设备。那它那个送电的电压跟轨道是一样的吗？没有，380。380。对，380。